两队，四个人站上舞台，他们会有怎样的交集？这是飙舞剧场2015年的最新作品《两队》。特别的是，演出的四位舞者在现实生活中是名副其实的两队。飙舞剧场艺术总监陈武康和他的妻子、独立编舞家叶明化，对彼此交付身体的重心是信任，更是考验。我们认识很久啊，相处很久，然后结婚后特别发现找平衡蛮难的。以体型上你也看得出来，我大概只有他的一半不到，所以当要做支撑的时候，其实操作上是有困难的，所以我觉得我就要去更思考，用脑袋告诉自己说，可能还要再多多少，或者是怎么样去化解到那个危机，那就很像生活上。认识了快20年，这次是陈武康和叶明化首次双人舞演出，对他们来说，这支舞是对婚姻生活的醒思，也是送给对方的一封情书。而两队中的另一对刘冠翔和简金银，一个是疯狂编舞家，一个是英国阿克朗舞团的主要舞者，他们是情侣，是舞伴，更是共同分享生命记忆的那个人。我有点睡着了，我就梦到那一段在医院的记忆，但我看了我出生的地方大概8个月的时间，就是清理我妈的阴部，因为她癌末。我醒来之后才发现，原来我这2个礼拜排的那些动作为什么会脚会开着啊。母亲临终前的画面在刘冠翔心中无法抹去，他想借由两队的演出去思考生命的意义。两队是两个故事，却有4个人的火花，留给观众的会是检视自我的一次机会，还有无限想象。这件事情其实还蛮妙的，两队一起跳舞，顾名思义就是两位，四位两队。武康在你的脸书上写说，编一个双人舞是给自己的最亲密的伙伴一个最好的情书，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下为什么要跳两队，为什么会有这个构想？首先我觉得要从 很多个点去讲，一是冠翔嘛，然后他前年做英雄的时候，我们就对他创作很有兴趣，然后所以他就一直在飙舞剧场里面创作，然后这位是我的太太，然后简金银是因为他在阿克朗，然后常常听到，都只是听说，都没有机会看过他在阿克朗跳舞的样子，也很少看到他跳舞的样子，除了上芭蕾，然后芭蕾又不是他的专业。那我也很好奇他跳舞是什么样子，也我相信很多台湾的观众也很好奇，所以就透过因为他们相爱的关系，所以我们是其中一对，对，然后就有这样子的一对，然后我们这样子的一对，然后也让彼此能够给对方都留下一个回忆跟情书。其实武康上一次来节目里面来谈的作品是两男，是这次是两对，跟威嘉就是你的学弟一起跳，跟自己的太太一起跳，有什么不一样？最不一样的是我跟明，体重是最不一样的。然后我跟威嘉是这样，明化是这样。我很少跟明化跳双人舞。但是我跟威嘉跳双人舞从学生的时代就有机会了，所以我们很有默契，跟我太太我们身体上是没有什么默契的，然后其实很不想承认，也不敢相信怎么会是这样子，因为从小就算是一见钟情，然后你相爱到你结婚，可是没想到当你跳舞的时候是没有办法沟通的，就碰磕撞，然后结结巴巴的，没有办法很顺畅。对，然后这就是我们这次在，我觉得这是蛮特别的经验。我觉得这里应该要先让明化，对，好，对，让明化说一下。他说没有默契，然后碰磕撞，非常真的。在圈子里面大家都知道，两位非常的相爱，明化是对武康是一见钟情。对，那时候几岁？他也是啦，一起哦，两个人一起一见钟情。那说一下两个人那时候几岁？我才6年级，12岁。国小六年级，国小六年级就对叔叔，17岁的叔叔，我以为他是学生家长，我在跳一个中国舞，然后他在外面这样，就他就会那个时候就会成为我回高雄排练的一个目标吧，因为排练就是排练嘛，跳舞就是跳，所以老师会说不要碰啊，
老师就说警告一下叔叔，对，就是说我们名画还小啊，也是啦，差五岁真的还蛮远的。嗯，那个时候看，对，吴康跟冠翔也认识很久，对不对？在飙舞剧场，学长学弟。其实第一次看到他是在高雄。哦，嗯，哎，然后那个是一个工作坊，嗯，那时候我念中华艺校，对，啊，他来带工作坊，然后书艺也有来，嗯，我好像有上过他一堂课。然后就一直陈武康的课，对，那觉得很他很台，他没有胡子比较台啊，嗯，但是有了胡子比较艺文气息，所以我也留了胡子，就是那过了好多年上大学，然后我大一还没正式入学的时候，就有被老师找去跳哥比利亚，可是我看起来就是跳小丑的样子，所以我是跳小丑，嗯，然后那时候武康哥哥他是王子。就芭蕾王子啊，我没有跳科比利亚，因为我断了，啊。对，我正要讲嘛。然后我们就彩排，嗯，然后我第一次看他跳舞，其实比较近的是他芭蕾舞，嗯，那时候他可能是应该是从刚从美国回来，然后做 Port de Bras 吧，对，就是一个这样一个姿势，我学不好啦，可以示范一下吗？就是一个手势，对，特别，我就哦。帅哥，对啊，武康是芭蕾王子。对，然后隔没几天他就练了那个 男主角的独舞，嗯，然后就有一个动作，然后我就看他空中瓦解掉下来，对啊，然后我就帅哥，然后他就走出去，他就走出去，瓦解掉下来，你还是觉得他是帅哥，连掉在地上都帅。哎，然后隔几天之后呢，我看他在学校下面的那个餐饮部。在那边坐着听音乐，所以说学长脚还好吧？他说什么你知道吗？他说100分，他是用心，然后其实已经断掉了，就是韧带已经断掉了。那100分是什么意思啊？可能我还不知道我断了吧？他不知道啊，因为我当天断完以后啊，威嘉把我扶起来，我觉得好像真的好像那个什么场景哦，好像那个功夫里面有一个人不是射到竹篓里面，欸，不要动，断了，断了，我就是那种感觉，就是哎，欸，不要动，站不住。可是我还是就是那天有买票嘛，所以我还是去国家剧院看演出。然后在看演出之前，我想说还是去看个医生好了，我就看了一个中医，他就这样摸一摸，哈，不用担心，两个礼拜就好了，啊，就是一个扭伤啦，啊，你去旁边热敷吧。我说，嗯，好。那我们就热敷，那是隔了两天，因为答应学校要演出，所以老师就担心你到底能不能演出，嗯，所以老师帮我安排去照核磁共振，嗯，然后我就去照，然后照完之后，那是老师的先生，然后师长就说，就叫了两个便当给我跟我太太吃，嗯，然后我们就在那边吃，你不要担心啦，就暂时都不能跳舞了，好好吃饭，断掉了，嗯嗯，然后插播，然后下个礼拜就我断了。就是也是跟他同一个动作啊，只是他在空中瓦解，我是落地的时候折断了，然后他是后十字韧带吧，我是前十字韧带，我是前，我都是前，哦，都是前哦，啊。是案发现场是同一个吗？同一个教室，同差不多那个地方的地板，然后同一个动作，嗯，崇拜到这样。可是因为他本来在排舞上就是一个非常严格的人，是，所以那个时期我们都没有看过他以前在学校是会踹飞学弟的那种。小时候啦，现在已经早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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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了。冠翔没有被踹飞过，没有，但是我有被吼飞过，也是很恐怖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欸，那个不是吼你，他是在吼我自己，我是叫哭天喊地，救命啊！怎么会这样？刘冠翔，很远就听到。好多次。阿克朗的首席舞者柚子来了。没有到首席啦，你就是，你在我心目中你就是，好，其实我们跟柚子的缘分很深，我们五年前在蔡国强的泡美术馆，对对对，我脱了裸体，对，蔡国强做了一个很特别的演出形式，多年之后再见到柚子是在全球顶尖舞团的。舞团里面，但是刚刚很有趣，冠翔说柚子是刘冠翔舞团的，啊，对，啊，只是其实他这样讲也没错，因为我们从在学校的时候，我们都还没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是我们两个就是我都是他跳他的舞的，那我们就一起玩了，啊，嗯，所以他这样说其实也没错，所以是阿克朗强，我大学就雇用他了，啊，用我的感情，比阿克朗还要早，还要早，对，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下你们的两队是什么样子的作品呢？
我在工作这次两队的时候，我们去宜兰驻村第一个礼拜发展了一些脚步，大概弄了两三天，还有自己在教室在一两个月前都漫无目的乱编，我都很不喜欢。直到他回来，然后我们终于在宜兰安静的可以在演艺厅，做了大概五分钟、十分钟，我觉得大概是这里了。那因为是乱编嘛，所以你会很累，你会需要一直尝试。那我就常常在地上就睡着了。那就在一个礼拜之后，我在地上睡着，就梦到我那时候帮我妈清理她阴部时候的画面。妈妈那时候生病很久了。对，就是会帮她清理阴部，是因为她癌末的这个过程大概八个月。那她从就是开始有癫痫，然后眼睛看不到，耳朵失聪，瘫痪，那就不能自理大小便。然后我就记得他都在线，他都在嘛。然后我就记得我第一次要清理他的那个妹妹的时候，我想说我要看到我出生的地方了，我要看到我出生的地方了，而且我是自然产的，就大便、尿尿、分泌物，那就这样清着清着，八个月就过了。然后过了之后，妈妈也过世了。对。那我也不想这么快去碰触这个记忆，然后就我们就做两对双人舞，结果没有想到就是这个记忆这么快就来找我。睡午觉的时候梦到，然后我才发现原来在两队里面那些动作为什么会一直开腿啦，然后会一直在违反地心引力，然后我们两个人在做很不容易的扛举动作，是因为还有在后面我开始抽筋，然后开始把自己凹成不像人，都是因为我想试着常常看我妈的那个感觉啊，或者是我想问问看，就是看了八个月的妈妈的妹妹，还有就八个月自己出生的地方，到底我意识到了什么？然后她也都是我妈妈，很常在，就是妈妈生病的时候，她从英国回来就是到医院，一直陪伴着，一直陪伴，就友好，友好，这些不喝，应该耶，就友好。日子可以谈一下吗？跟自己的最亲密的伴侣跳舞是什么感觉啊？我觉得蛮像我们平常相处的模式，就是他是老大，我是老二。可是你是刘冠祥舞团的，我知道。对，然后雇主与舞者。就是，对，明明就你也有编。明话点头，他说就是。那就是我说在比较直。平常的关心上也是，他觉得我像我们在家，他就会说，他就觉得家里有无限的遥控，他就说。手机呢？就问手机。哎，柚子帮我拿红酒，就是。然后我也很奇怪，我就是默默的，我也不觉得不舒服，我就觉得就是这样啊。我流手汗了。刘冠祥，你知道他是阿克朗舞团的舞者。阿克朗，你知道他是冠祥。对，反正就是这种关系。没有，不要在这个片面之词啦，因为其实。你還也很好，你也可以听另外一面讲他们啊。那就是这样，所以就是这样，这个就是这样，他是人肉遥控器。但是其实你们两队也很精彩，不遑多让。但我跟他们不一样，怎么說？因为我在生活上或在平常，我是被捧在手心上的。是，我们知道他是冠祥，没有，他是冠祥，他是佑。但其实大家都知道，明化。非常爱着武康，一见钟情嘛，是不是？两位一起，我也是武康非常疼爱明化，你们也是，我知道你们也是。但是在舞蹈上面，两个人一起合作的感觉是什么？讲到舞蹈这一块，我是觉得说，就像传说中的一样，真的要在一起，相爱容易工作难啊。怎么说呢？武康会很凶吗？武康会。现在不会很凶，现在不会很凶，但是可是因为他本来在排舞上就是一个非常严格的人，是，所以那个时期我们都没有看过他以前在学校是会踹飞，我也都是听他们讲是踹飞学弟的那种。小时候啦，现在已经早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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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了。对，所以冠祥没有被踹飞过，没有，但是我有被吼飞过，也是很恐怖的，仁者见仁，仁者见智。对，那个不是吼你，他是在吼我自己，我是叫哭爹叫爹，你救命啊！怎么会这样？刘冠祥，很远就好多次，冠祥成长很快啊，你见得。他其实是爱之深责之切，他完全是因为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大方、非常有爱的人。
他是一個很大的不利于教大家的，完全完全。可是因为他天生的性格就是很真性情，所以他要你好，他就是对逼你，你就是好。对啊，所以你会被他骂哭吗？以前的时候，以前的时候有，我自己也蛮不敢相信，因为我算是好学生，嗯，不是那种好学生，我懂，就是我功课不怎么样，但是我对。老师说我自我要求很高，嗯，对跳舞而已啦，嗯，所以我是不会被挨骂的。但是，嗯，但是我觉得也因为他特别的，他的眼睛特别的狠，嗯，所以他的要求也很高，嗯，所以他不会让一些小事情过去，即使是一些小事情哦。所以对你的身体的动作的要求、肢体的传达这些事情，在舞座上面的要求 是嗯，所以。可能别人一样的东西一样的舞在那边，别人并不会这样去刁你，可是他就是会的那种。嗯，我们让他辩解一下。好啊。没有没有。你刚刚是睡着了。我一切概括成熟。啊，對，因为老师说就是不能辩解。嗯啊，我不能辩解了，好，啊，都可以，嗯，很好，好的我也收，不好我也收，都很好，啊。我爸死的样子很像漫画，心脏病发啊，伪造文书啊，到台湾了，没事了，哦，啊，死了，很像漫画。嗯，那我妈就很像花在凋零，因为慢慢，对你不可能看着，就算你一直看着花在凋零，你有时间一直看，你可能也看不到变化。当你意识到的话，已经变了。嗯嗯，可是它却是绝对的惊人的。对。你们的两对这个作品想要表达什么？双人舞这形式非常吸引我们，除了我们的关系之外，另外一个就是从独舞，然后慢慢变成双人，再来，然后那天冠翔有提到，就是两个人就是在很多的平衡啊、拉扯啊，然后失衡。可是那三个人在玩什么？三个人可能就是帮派咯，就是两个人要合在一起，变成一个人孤立，会有这种。嗯，然后就发现说两个人那个互相的沟通跟交流是最单纯的，可是变化其实又更多，嗯，因为它的单纯，嗯，对。然后所以我们既然已经选定这个，我的就会希望能够执着在两个人跳舞这件事情上，所以我们选择了三个尝试。第一个尝试是分享重心，所以找到平衡，然后在这当中发展动作，这就是一个段落，啊，然后第二个段落是就是一直在走路，然后以前都很希望能够找到很多不同的身体语言，嗯，然后造型线条，那这一次就是在走路上尽量降低所有的线条，就是一直走路，嗯，就是单纯自然的走路。对，然后在走路当中看能不能会不会发生一些变化，嗯，然后的确就开始变化啊，这样。再来就第三个段落的想法是来自于，之前有看过一个就是关于 Edward Muybridge， 就是发现影片的这个人嘛，嗯，他好像当初是为了要看，好像跟朋友打的，好像，注意，好像，好像，好好，好像是他跟朋友打赌说，到底马跑步的时候四只脚有没有离地？哦，是是，所以他拍了一系列的，好像蛮有名的，对，这个好像，对，好像的这个照片，所以他把时间分成一个格子一个格子一个格子来看，嗯，可是是一个持续性的运动。然后我们第三段就是从这个方向出发，然后发展出几个照片，然后再把照片剪开，然后再重新拼贴不同时刻的对话，嗯，这样子。嗯，这个两队的演出最后两场好像有一个很特别的方式，嗯，因为之前是两队嘛，上下半场，上半场一队，下半场一队，但是到最后你们是四位一起跳，可不可以讲一下四 P 的感受会是什么？是不是就很杂，啊？我觉得我刚刚有那天有说一个，就是有时候我们去餐厅吃饭，嗯，然后你可能隔壁那一桌的年轻情侣吵了起来，嗯，那后面那一桌的，嗯，老就是比较老的老夫老妻，他们默默正在吃着，对，那你就会互相看，哎呦，真是一个对比啊，或者是你在路上又看到了，前面有一对情侣很恩爱，嗯，后面只剩下一个老太太，就哎呦，又是一个画面了，啊。可是其实没有，啊，人家只是刚好是路过而已。对对。那我就他在提出这样一个四人四 P 的形式的时候，嗯，其实，他也跟我说了这个想法，那就让我想到了一种，其实我们在创作的时候总是在算计，嗯，
不管你在怎么样想要让自己开放，可是其实你还是在算，我要怎么样让台上的事情发生，然后观众可不可以获得什么？对，就这个东西它是这样子走的。那我就对这个很有好奇的，就是说，那如果我们是被观众算呢？如果我们就是路边的老夫老妻，观众就是自己组成画面的那个人，对，那不是帅呆了吗？就是你去看电影，然后你们自己决定电影，然后等一下，就是电影换角度，谁是主角，谁是配角，可以演互为背景，反过来，对啊，互为背景，可以自己形成一个风景，在你看的时候，那个声音啊，再加上声音的现场，对，一切就好未知哦。好，等观众自己去发现。你讲未知，好像我们很没彩排嘞。有。踩多了，踩得凶了。这也被骂得凶了。最后四位可不可以用简短的话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两对是什么样的作品？我觉得我这一对是非常老实的一对，我并不是说他们不老实哦，我是说我们是老实的去反映了我自己的感情，还有双人的一些要素。就是对立、妥协、互相支持的这些事情发生在我的双人里面，这样子。然后也试着去看，当两对被放在一起的时候，互为背景，然后他是我的年轻的，还是我是他的年轻的？我是这样子去看待这两对双人。我觉得我好像没有，我要讲的不是单一的作品，而是从我的身份上来看，我在标很里面。的十一年来，我觉得这个作品是标的在一个很实验的一个阶段。其实也不是只有从这个作品开始，就是这样十一年一路走过来之后，我们有各种的方式，然后到现在我们拥抱之前有的，然后我们也更好奇说那些我们还不知道的，而且所谓的实验，我觉得就是你不知道，然后你也 OK 去。尝试或失败，对，所以我们非常希望，特别像第二周那个形式，我们自己不知道是什么，所以也很希望可以跟朋友分享、观众分享，然后让我们知道。其实我真的很期，以前我们看过这么多很棒的标的作品，然后不断的创新、不断的实验新的东西，我非常想看，很棒。对我来说比较私人一点吧，好像就是跟我朋友在玩玩具，然后这个朋友跟我一起。有很多就是我们一起经历过很奇怪的事情，所以我就把这些奇怪的事情跟我朋友一起玩玩具，然后玩给大家看。听起来玩玩具对啊，放松的。幻想呢？我比较讲的比较悬一点啊，就是很想要感觉一下花凋零的过程啊，就是因为我爸死的样子很像漫画。心脏病发啊，伪造文书啊，那到台湾了，没事了，死了，好像是漫画。那我妈就很像花在凋零，因为慢，对你不可能看着，就算你一直看着花在凋零，你有时间你一直看，你可能也看不到变化。当你意识到的话，已经变了。可是它却是绝对的惊人的。对，就是当你意识到哇，那我也想要体验这样。好。真的非常谢谢彪今天来跟我们分享两对，非常的期待两对跟四P，谢谢，谢谢，谢谢。